哎，你省长，对呀、啊，你还炸了？那你什么？现在那个就是新闻说你已经，去海钓，然后落海已经身亡，还讲落海身亡。我这个妈，真太离谱了！我现在在那个，我现在西边哎，大家都在关心哦，我马上就是，我就马上拖影片澄清上传，我那个好几万个赞。哈哈哈大仔我还在。那个是哦，我真的服了，就服了那个这个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是在我演唱会，就是那个礼拜六就是演唱会 ，OK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练团练完了，我想说这个时间那我就放松一下，就去西边喝，我是去西边喝个下午茶了。我都是去喝下午的，顺便跳钓鱼。那时候我就坐在石头上嘛，在那喝，然后好像什么东西就掉到我的旁边嘛，我就旁边就是溪啊，大脚溪啊。那我就弯腰下去，有没有去抓的时候啊，我那一块石头刚好大水有冲过，然后好像就松了，就斜了，我整个就掉到水里面去了。啊，我本来就这样跑，然后回来才知道说，我的手啊，这个手指头整个肿起来了。你看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戴戒指，就肿起来。我是跌到溪里面去了，我就跌倒，我就说我就掉的时候就掉到水里面去了。啊，我掉到水里面就受了伤了。我就只讲这样子，哎呀，然后他们就是有血，所以就说啊，掉到水里面啊。有伤的，那可是后来，我去花莲溪那边钓鱼，然后我就接到电话说，你省长，对啊，你还炸了？那你什么？现在那个就是新闻说你已经，去海钓，然后落海已经身亡，还是讲落海身亡？我这个妈，真太离谱了！我现在在那个，我现在溪边哎，然后哎。刚刚的那个拍一段影片，然后就是跟大家讲你还在。这个新闻出来是家人要关心。啊，有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然后这大家都在关心哦，我马上就是，我就马上拖影片澄清上传，哇、哦，那个好几万个赞。有阿嘎在，我还在，还在。